首先，第一件事情，你要先打出主句，一二三四，一直到15。接下来，我要去打开这个资料分析，我要用直方图分析工具，所以点选资料，这第一个动作，资料分析。接下来，请选择直方图，确定。我们的输入的范围是 R2，一直到 R1001。接下来，我们的组件范围，组件范围就是这一个。好，所以把这个内容选到这个范围，我刚好没有标记。接下来输出的范围，麻烦请选输出范围，选到这个地方，它。柏拉图是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，所以这两个都不要打勾，只要勾它就好了。确定，它只有输出一981次，二2392次，以此类推。好，一样，它的图放在这里，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分布，在我们在统计上面，我们叫右偏。这个我们叫右偏，主要的分布，你去超市买东西，可能会以7次以内为主，这提供给你们参考，这就是很重要的直方图，也就是说，假如这边有看到一个其他，或者是这个都还蛮临近的。所以基本上比较没有什么 outlier，就是我们通常去找资料，我们会希望来去关注的。好，那就麻烦请你们做这一张直方图。